政治制度，它在中国历史上共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，后来造成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士族的弊端。为了改正这个情况，隋朝改行进士科举制，奠定了后续科举制度的基础。唐朝以后，制度不断改良完善，直到清末，科举制度才被废止。